好，我们上一节课啊学习了老王，今天呢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看教学目标，同学们大声读一下。体察人物的思想感情，在理解老王的善良与苦境的基础上，理解老王的性格特点，通过具体情节来分析人物性格，以善良体察善良，培养学生的爱心同情心。好，我们要从人物思想感情来了解一个人，那么我们就要走进他啊。首先我们来看走进老王，来看一看老王是一个怎样的人。好，看一下黑板上这三个问题啊，同学们快速的把课文阅读一遍，把黑板上的三个问题找一找。好，开始。快速的自由阅读啊，读出声来。首先就是他在一个破破烂烂家里面，每天有几天大概的老王的感觉，我就是一直都在那儿都没有做什么，就是说他们都是表现在表现的方面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因为是他的职业方面，因为他是单干户，第二个方面是他的家庭状况，第三个方面是他的生理权限，因为有一个眼是田螺眼，第四个是他的居住条件。好，回答很好。好，再见。好，再见。看一下他说了老王的苦表现在这啊，卡出了四个方面。哎，你看一下啊，他的居住条件也非常差。从这些再一看一下，充分表现出老王啊，他是非常的贫穷啊，非常的贫穷。但是呢，他的生活啊非常凄苦。这。啊，体现出老王的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那个时代，老王他孤身一人啊，他生活唯一的来源就是靠一辆破旧的单车。大家可以想象啊，他的身体怎么样？有缺陷，有缺陷，身体有缺陷，啊，生活保障是靠一辆破旧的单车。像他这样一个身体有缺陷，靠一辆破的三轮车来过生活，可以想象他的生活是多么的苦啊！
虽然老王很辛苦，但是他的心地非常善良。那么老王的善表现在哪些地方呢？好，小组之间讨论一下，看一看哪些。像作者啊一家被定为反革命右派啊，他当时呢是被称为是社会的毒瘤，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他拉过来批斗，戴高帽子游街之类的啊。但是你看一下老王对作者是怎样的呢？看一下，那谁来说一说？啊，你说。他老王对作者一家是怀有尊重和敬畏之心的。对。好，你坐下。还有没有？好，你说。老王对这一家也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好，你坐下。啊，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好。从这些语句啊，大家来体会一下啊，老王的善。在课本上你把这几句话你找一下，仔细的体会一下。你看一下一句，愿意给我们家再送冰块，舍费减半。这在当时啊，也就是说呢，可以定性为作者占啊这个老王的便宜啊，也就是说他当时那个环境啊，作者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你看老王呢愿意为他送冰块，并且舍费减半啊。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出老王怎么样？善良。他没有受当时那种社会思想的影响。你再看第二句，大家读一下。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拿了钱还不大放心，担心人家看病钱不够。这句话体现出老王的什么？善良。对钱先生关心，关心啊，他认为老钱先生呢生病了啊，需要钱看病。在那个时候呢，作者是没有钱的啊，没有钱的。你看收了钱就担心人家看病没有钱啊，他当时老王就够怎么样求他一日三餐都靠拉三轮挣钱，你看他仍然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去关心病着的啊老钱先生。你再看啊，下一句读一下。说了人家的好处，总也不忘，总觉得欠了人情，去死前一天还一天。
体会一下这一句话，啊，我们知道受人点水之恩，需涌泉相报。老王就是这样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啊，他知道啊，受了别人的好处，应当感恩啊。好，等一下，充分体现出老王怎么样？老王好报，心地善良，知恩必报的好人。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啊，老王对作者一家人啊都是很尊敬的，很感恩的。那么作者一家人又是什么样的呢？看一下作者的善表现在哪里。好，好，大家读一下课文，找一找。嗯，我女儿说她是因为我们那边发生了，女儿说她因为看见吃了大饼的鱼干以后，然后后面就是说反正不要别的，那个不要学习，不要学习，当我们当然不能减饭。来说一下，这边的同学，好，你说。作者一家的善体现在一照顾老王的生意，坐他的车，还有就是体现在，知道老王是夜盲症的时候，给他吃大瓶的鱼肝油，可以体现出作者一家的善良。好，不错，好，这样，好，大家想象一下。啊，老王当时身体有缺陷，啊，又拉着破的三轮，他基本上是没有生意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作者怎么样？经常对，来照顾他的生意，啊，来照顾他的生意。当作者的女儿知道老王有夜盲症的时候，又怎么样？给他吃鱼肝油。这你就可以想象，当时老王没有钱治病，是不是？当时作者的女儿知道之后呢，就慷慨地给他送大瓶的鱼肝油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啊，哎，你找到没有？好，你看一下。除了刚才这个同学说的，你再看，看，还有送鸡蛋的时候，你把这句读一下。老王送来香油鸡蛋，不能让他白送，也给了钱。嗯，大家想一下，啊，从作者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因为他知道老王很贫穷，送鸡蛋。啊，老王在那种情况下给他送鸡蛋，是不是老王他省下来的自己不舍得吃，然后送给作者的？是。然后作者想呢，他都穷到这个地步了，我能白收吗？所以呢，他坚持要给老王钱啊，这也是作者心理上的一点安慰，是不是啊？嗯。但是，你想象一下啊，有的时候说，作者是啊，自命清高，是不是有怜者不受嗟来之食的味道？没有。他是出自内心的善良。去关心老王，哎，你再看，从这里，老王三轮改装之后，
作者还问他能否委屈生活啊。从这几个方面呢，充分表现出作者一家心地善良啊，能够体会到穷人的心酸啊与苦难。好，我们继续啊，看一下课文最后一段，大家读一下。我回家看着还没冻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公和我对他的话，琢磨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歉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想起老公，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疚。我们知道啊，作者一家为老王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当老王去世之后，作者为什么会有愧疚之感呢？为什么会有愧疚之感呢？好，我们来研读一下课文，讨论，讨论一下，我为什么有愧疚？讨论一下啊，跟他讲，然后就发现他饿，然后在那儿就是就在那儿就是坐着去，然后他跟他比大小，然后在那种饭馆吃，就以为说拿钱，但是其实但是老王发自内心的。好，我们纵观全文，你会发现作者在文中啊最多的你会发现他是给老王钱，是不是啊？对啊，一种他是从给他钱给他要，从物质方面来关心老王。难道说啊他只是给他物质上的关心吗？不，就是不。啊，切文，我们看一下。啊，第一个说法。好，大家讨论一下，看一下是不是他几乎啊都是给物质上的关心，精神上的抚慰很少。不是他经常能给到钱，他居然有感受，这就是作者。太多的物质关心，却忽略了对这个老王的精神上的关心了。好，我们坐一下。还有不同的说法吗？啊，你说。我认为，作者对老王也有精神上的抚慰，从作者关心老王的生意那里看出来。好，我们坐一下。好，大家想一下，如果没有物质生活上的关照，也就是说精神生活它是建立在物质生活精神上。哎啊，你比如说老王如果没有今天没有收入，他今天就
没有饭吃，啊，你想想今天他的精神能好吗？不能。哎，他啊，拖着疲惫的身体，啊，他吃不上饭。其实你想象一下，和有精神上的生活，啊，精神上的生活就非常匮乏，是吧？他只有保证最起码的生活需求，这才是当时最重要的。哎，啊，大家再看第二种方面，啊，第二种说法。送生牛鸡蛋，好，大家讨论一下。他就是的呀，他不是的，他不是的，他不是的，他钱不是的，他就感觉自己感觉不是的，是吧？因为老王是基于是小事情，赶紧的，因为你做人一点对老王做的事情太多了，然后不是小是不是小游是小游，小游老王过来充实，那就不用了。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两个层面上来剖析作者的愧作，啊，作者的愧作。你看一下，第二种说法是老王送给他香油是不要钱的，但是呢，他坚持要给老王钱，啊，坚持要给老王。大家是不是啊？用钱来侮辱老王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恩？比如说，他当时也知道老王是怎么样，发自内心的是给他送鸡蛋、送香油的，但是他还仍然给他钱，就是他认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比老王要高一个档次，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不是，嗯，不是，不是。那么你再看一下课文，啊，看一看，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剖析一下。这两种回答都是不对吧？否定的。首先看第一种，啊，从作者一家给老王的关心来再次啊看一下作者的愧疚，啊，作者从这些方面来照顾老王，啊，大家读一下吧。
的话语就准了。不过他能当免费吗？看来俗不俗与物质无关，关键还在是否倾注了真情。对，你想象一下，如果是冬天，非常寒冷，你给老王说一堆好话，比如说良言一句三冬暖，你跟他说一堆大堆的好话，他能解决他身上的寒冷吗？不能。虽然心里暖乎乎的，但是身上呢寒冷，对，还是非常冷的。所以说呢你看一下，作者一家对老王既给予了物质上的帮助，也有心理上的关心。看文中哪些细节体现了我一家对老王的关心和照顾。好，找一下，抓紧找到之后我们说讨论一下我觉得就这次送进来我的细节不是细节肯定不是一样，有的是细节对的，说过可以对谢谢你们的这个好点吗？一般是这个吧，问老二批这个如何那我也是不选是不进我去硬气然后他赶快去做主要是这个就是这个我的一个地方各自之间找一找讨论一下看一看你找到哪些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来你说一下。我找到了两处，一是第七段，第七自然段，我问老王，凭这位主户是否能维持生计，说明了老王对我作者一家对老王的关心和照顾。还有一次就是第六自然段，他不肯坐老王的三轮车。这点呢，说明体现了作者的善良与善良。细节，你例如大家看一下，第八自然段最后一句话，大家读一读。我吃惊的说：“哎呀，老王，你好些了吗？”对，这一句话你看一下，是语言描写，是不是？从这句话能表现出。作者对老王的关心和同情关心。你再来看一下你看下面的一句动作描写，我忙去接他，老王给他送鸡蛋，是吧？他忙着去接，你体会一下当时，你想象一下当时那种情景他赶忙去接，这个接字表现了什么？你看是不是作者很热情？对，很殷勤你再看下面，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的记忆里，说不完。这句话，大家想象一下。能表现出作者怎样的性格呢？你想象一下，当时他那种在那种环境下，老王去给他送鸡蛋，激动不激动？激动。对，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所以说呢，他心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还能顾得上数鸡蛋吗？还能去数鸡蛋吗？不能。对，
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去给你送鸡蛋的时候，你能当着人家的面说一说，到底是20个，还是10个呢？能不能说？不能。不能说。啊，这呢，就天主作者呢，当时很激动，很感激，啊，很感激。再你看一看啊，这句话你再读一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对，你看这个鞋子啊，你想象一下啊，这就是细节的描写。从细节描写可以表现出人们的用心活动。这个啊，又天主作者呢，他很明白老王的良苦用心。你看，当时老王拖着病重的身躯，为作者送鸡蛋、送香油，所以说呢，你看一下，他说啊，这么多新鲜的鸡蛋都给我们吃。都给我们吃，这个碟子呢，就包含着作者对老王的关心，什么关心？感激、理解，是不是？他很明白老王的良苦用心。好，你再看下面一幅，好，强项。你看下面，我强笑说，是勉强笑，是吧？嗯。那你想，你看一下，你想一下，啊，当时作者面对一个拖着病躯、病痛的身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啊痛苦的人，他感到自己很无能为力，很伤心啊。自己在那种情况下，对老王啊，只能是从心理上去关心他，而不能给予过多的精神上的。帮助、好，看一下我们这呢，要注意品读一些这些细节描写，表现我对老王的发自内心的关心和体验。好，这你看一下这个啊，开头它是我坐，他蹬，是吧？啊，在车上呢说闲话，这充分表明两个人的关系融洽和谐。啊，你看一下这些啊细节的描写。老王啊，我对老王愧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啊，大家说一说。在当时那个时代，老王他只代表一个个体吗？嗯，对，他代表这像他这样弱势群体，对，一类人啊，弱势群体。而作者呢，他代表着高知识分子啊，高知识分子，就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啊，作者对老王这一类人，就是无能为力，他只能关注，也就是暂时关注像老王这样一个人，有那么多的人需要他关注，他是心有余而力有，因此呢，他
想一想，啊，他对老王的所做感觉到有点愧疚，啊，读一下这句话。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好，送给大家一句话，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心存善良仁厚之意，胸怀平等博爱之念。再读一遍，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心存善良仁厚之意，胸怀平等博爱之念。对，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给别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对，也就是说你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对待别人的，别人也会如何对待别人。所以说呢，我们要啊，爱人，要爱人，要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去关心爱护别人。好，啊，作业，回去之后呢，在我们的作业本上啊写一下。好，下课。起立。好。